每天都是吃蜂蜜，那个燕麦的面包，配上鸡胸肉，配上一个酱。但我今天会换另一个酱，反正每天就是早餐都吃这个。我现在有点快腻了，我现在要来想想明天早餐要吃什么。You said soon we'll be leaving this place and a life to find. And you were looking hell to find. I was still making up my mind. I put them words in the open and they oxidized to falling gold and heavy in the middle of the room. You were pouring over them and I was pouring over you. Yeah. Snap.By the glint of those open glossy eyes, trying to decide if it's clarity or a reflection with a careful tension. When embarrassed and affectionate, we can't get any closer without touching. I said, I can't put my hand there without going through it, without us both going through it. And they say the day you die is when you meet your match, so you're probably hoping that I cut you some slack.If I didn't have tea, but if I catch sleep in the shower, I can maybe get an hour. Cause now I know the difference. Now I know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prayer and a preference, between desire and a deference. Cause I always leave with love, a new pouch in my pocket, it's a sweet slow dripping in my vice grip.It's all gone by the morning, you know. Your man always want more in the morning. You're the heroine of good kind. You're being so smooth when you come through. I see you on the next page in the wreckage of the feminine flames, handing out the blankets to the feminist brain, baby. I'm a young never down with my luck, undercover as a stick in the mud. Yeah, I'm a fixer upper and a definite tucker. I can be your partner, man. I can be your partner like Janet Chris Tucker without touching.
其实这几天呢，我就是让自己放了一个假，放了一下假，因为我觉得每天更新那个 YouTube 真的好累，就是我每天真的很认真的想拍什么，可是其实我真的因为每天都要工作，我真的没什么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唯一能分享就是我吃了什么，可是拍一拍又觉得好空虚好短哦，因为我在上班，我不可能一直跟大家说话，所以就是这几天的 Vlogmas 就比较偷懒，不过大家可以期待下礼拜，下礼拜圣诞节的话我有一些活动，会看起来比较会让影片比较精彩，等我的点心，等等见。去挑了我们下礼拜一我跟同事要办一个就是同事之间的交换礼物，某一个同事的生日 party， 对，然后所以我就去买了一些东西啊，准备逛街的时候我顺便买了自己的圣诞礼物。其实我犹豫很久，因为那时候我第一次看逛整个 Gentle Monster 的时候是在韩国，就是我某一年应该是去年吧，跟我好姐妹去韩国玩，然后那时候他就有买，在机场买，就好像真的蛮便宜的，我刚刚问他好像那时候买5-6千块之类，就跟台湾价差蛮多的。然后呢我今天就是去 Dubai Mall 又看到，我真的原本是很想买一个就是好一点的围巾给自己，但是后来就觉得啊，一条围巾就是要10,000-10,000块就真的有点舍不得花下去，而且围巾就只有冬天可以用，就逛逛逛看到了这个就是他们 Gentle Monster， 然后我自己换算了一下币值，我觉得好像没有到很贵，就是它是比台湾便宜的，就是如果还可以加退税的话，其实跟韩国的价钱没有差到非常多，所以我就入手了我的第一个 Gentle Monster。 然后呢我们就来开箱。其实我刚才因为我包装就是它在包装的时候我没有很仔细看，但我发现它这边有一点小瑕疵，不过就算了吧，就还是很美，就是这个白色的盒子配上白色的袋子，我觉得这真的超美，是纸袋孔。好，那我就看看里面是怎么样吧。哦，它这个是有点磁吸式的，你看很疗愈。它是一个皮革的这种眼镜盒，看得到吗？然后它的细节做得非常漂亮，它这边有那个车缝线，好像看不太清楚，然后这边是 Gentle Monster， 就非常的好看，一个类似扣子的那种，就是要把这个扣子打开，对，然后再来这边就是一个拉链袋，哦，看到眼镜本人了。然后你第一次买的时候他都会帮你调，之后你有什么需要调整的话是全球都可以免费调整的，然后它包得非常好，这边有两个塑胶袋，然后中间有一个袋子就是防刮的，给大家看我买的款式，我觉得非常的好看，就是我真的在那个店大概试戴了一轮，大概试戴了30分钟，然后我就是还上网查看有没有就是别人推荐的款式，店员还蛮就是尊重人的，就他也不会一直跟你推销，他就是默默的站在离你可能2公尺远的地方，就是怕你有需求，可是又不会打扰你。我觉得这种逛街方式让人非常的舒服，然后我就这样试戴了一轮，因为我有一个比较便宜的韩国墨镜，那个是黑色的了，已经跟这个不太一样，那个我也是戴很久了，我只要出门就是我的墨镜，因为我习惯拍照就是要戴墨镜拍，我有点就是见光死，戴墨镜我会比较有自信。然后反正就是我的另一个墨镜它已经是黑色，然后我就在网络上有看到一个它是类似这种款式，可它这边是琥珀的那种
造型琥珀的颜色，然后我就问他有没有，他们说哦只剩这一款，就是这一款汪总前前后后试戴了三次，然后试戴到最后店员就说嗯我也觉得这一款比较适合你，嗯我也蛮喜欢的。我觉得这款很好看的地方是，如果我是扎个马尾的时候啊，它这旁边露出这个金色的这个，我觉得非常好看。因为我之前就一直很想买一个好一点的墨镜，所以我觉得在圣诞节的时候入手一个这个墨镜送给自己当圣诞礼物好像还不错。大家觉得好看吗？这就是我送给自己的圣诞礼物啦，我非常的喜欢。这个就是我要交换的礼物，先不给大家看是什么，等就是交换礼物那天就可以公布我的礼物。还买了一个小小的圣诞卡片，想说就是写个祝福的话。圣诞树的卡片我觉得很漂亮，然后就是我可能会写一点祝福的话到我的礼物的同事，还顺便买了包装纸，所以等一下我写好卡片呢，我们就要来包装我送的圣诞礼物。那我就来写卡片吧。写好啦，我的祝福就是希望呢，这个收到的同事可以很开心。那我就要把它放到信封里面喽。完成。挑了一个都是圣诞树，然后红红的，就很符合圣诞节气氛的一个包装纸。我们就礼拜一揭晓我送的是什么礼物吧。漂亮哦，闻闻看，好香哦，嗯，好香哦。祝你生日快乐，许愿。许愿啊！妈妈美美，她长那么大了，还在乖乖平安长大。已经赶快追，赶快追，赶快追，快要点完了。耶！生日快乐！好，快点！今天我们啊，生日都已经整个冰箱都已经满出来了。那就留到妈妈生日继续吃啊。阿米阿伟。18号啊，12月18号。对啊，你有发现那上面是你生日的日期吗？有啊，那怎么切不起来？有点硬吧？你切的好丑、哦。对啊，我也觉得，怎么切？来来，我拿，换你切，来你拿，换你切，按到了。好，你会骂我。现在呢，你的蛋糕呢？你的蛋糕呢？怎么这到底要怎么切啊？还偷吃？啊，妈咪先吃，好不好吃？嗯，好吃吗？好吧。嗯。好吃吗？嗯。这个就是上次打电话来说订蛋糕的。他是打给爸爸哦，打给妈妈了。妈妈说她不知道。你们好无聊哦，给你惊喜还说不知道。